郎，快去见公孙先生，拜见丞相。此位是王府元妻之寡妻曾氏。曾氏，莫非就是名望天下的继承家里中山正业此女吗？正是寡妻。夸带起头来呀、啊！一从家里。问我哩，怕五百名禁卫军前来收拾乱府，没有我的将领，无论何生不能顺势而来，为令者斩。遵命。圣相，阮夫人，府中一切供应皆由老夫送来。请不必担忧。谢丞相，告辞了。宋丞相，Thank you.
不认，像是有什么心事。有事，能难得到你？万不是为了远夫的那位美臣，真是。这又无奈，禀命丞相把他取来求辞。哎呀，你哪里知道，我母亲只有那他为妻之一哟。子文，那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不要为了一个女人舍从于丞相。千钧一发，假里难求，不得此女，我是梦寐难安啊。又不去找一颗尘，谁崔毅？崔毅，那崔毅乃是户部豪门，是今积聚初庭，丞相真要来他虚臣明心，他的话嘛，丞相是一听未听的。三公子却见来访，不知有无进见？冒昧上访，有事相请。请讲，崔大人。一众民族为千里，远夫人也曾当年把婚礼，这是我老夫面前口难情，愿完成功功把袁绍的挂心真子，真子本王崔公成全。我怪丞相只有那正是为妻之意，这怕啊。崔公德高望重，你的话母亲是一定未听的哟。